各位观众，这个慵懒氛围感的毽子毛低马尾，真的就是我这么一小撮头发一次性做成功的改良版，跟我学。首先求求了，洗个头吧，发量少了贴头皮真的不好看。然后呢，你就是用那个卷发棒把发尾卷一下，卷成什么样都没有关系，因为它就是为了让你头发变多，好吗？但是你们头发够多的就可以忽略这一步。然后呢，你就是把头顶的头发左边分到右边，分一边定个型，你就拥有了高顶，然后喷一下把它定住，把头发上下一个扎一个马尾，有手就会吧。短头发的话，你上面的那个马尾不要扎得太高，不要扎太高。然后呢，你把上面那个马尾中间掏个洞，然后拧两圈，你就把下面这个马尾掏出来，这已经是最难的一步了。OK， 然后呢，拉紧，这样你的后脑勺就会自然的拱起来，然后你就可以拉得饱满一些，饱满一些。相信我，这个时候你已经成功了70%了。最后，你就把剩下的头发朝一个方向拧成一个丸子，你拧不进去，扎不进去。扎到乱七八糟都没有关系，因为它就要的是毽子毛，就是要它呲出来的那种凌乱感。头发太短散下来的，你就用一字夹呢，咕噜多插几根插进去，没有人会发现。最后头发两边的这个须须留的长一点，就可以把脸这样扩进去，用卷发棒带一下。那你怕烫到自己的话，你就把卷发棒插完电拔掉了，降温的时候那种用，你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大气的毽子毛低丸子头，配礼服，休闲的，平时生活中都可以穿。学会了吗？